家好。新马的菩萨们去到兰皮尼已经六个月了，11月4号到6号实际在兰皮尼的首次义诊活动。在这一次我们是第一次在兰皮尼办这个义诊，我们也感恩麦特里法师邀请了好几位本地的专科医师来和我们一起办这个义诊。在这次的义诊中，每一个服务站我们都有穿插一个本土的这个专科医师和我们的仁医会的专科医师一起，在这三天里面大家都有互动，彼此交流，彼此互相学习。在这三天里我们也把握因缘和他们分享慈济，即使菩萨招生。很感恩这次有机会呢，可以有机会体会到艰苦制服。我们发现呢饮食和食物营养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大部分的人呢吃食物低蛋白少蔬菜又高盐的问题，卫生教育又不足够卫生不好水又不干净很多时候还没有鞋子穿等等的，妇女的教育程度低地位不高而且呢很多时候都知识不足够，所以呢照顾家庭的部分呢也会有问题，所以呢很深会体会到的上所说的因贫而病弟子也期许呢可以更加努力的在饮食这个部分卫生和教育的部分也付出更多，希望可以达到虽然贫穷但是至少少病。 And after 3 days of free medical mission I realized there is something like there is a big gap something like a gap between not centuries but iron age and the modern age, very big gap. So I have been to Lumbini many times. So people come to Lumbini searching for spiritual healing, as Lumbini is a birthplace for Buddha. But I also strongly feel and believe that how can a person get spiritual healing when you need physical healing at first? So when I finished and came back, my heart was crying. A lot needed to be done, but on the other hand, I feel satisfied. I could walk a few steps with Cici to help some patients. 感恩啊，都是因缘啊。第一要先感恩新马菩萨发挥了很大的力量，我很羡慕你们，你们呢都能这样双脚踏在这一块佛陀的出生地啦，还很虔诚的抱着那一份呢回馈佛陀故乡。要如何呢到了佛陀的故乡来帮助呢当地2000多年前的佛陀他所建的皇宫之外的人民的穷困的苦难生老病死等等，所以引起了这一位年轻时代的悉达多太子他的智慧，知道人间啊实在是无常，他觉悟以后了法真实法了还无法落实在当地，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那个时候呢初转法轮，这被收一个法要用多少多少的时间，那心学观念跟他们互动，要说到他们哦，我觉悟了，实在是很困难。我们现在呢，是经过了冗长2000多年前，以佛陀的慈悲，他的悲智了，慈悲智慧了，把他呢思想。不断不断的发展出来，所以说了现在是时候了。虽然呢很多人都说
现在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我说人呐、啊，这种一轮过来，还会接了一轮来。法华经说，正法传五十代，这五十代，我想五十代呢，我们应该还要再重复过来。五五之五啦，那一五十五十，五五之五，即嘛呢是一轮啦、啊，五五之五吼，即嘛呢又回过头来再传一轮。佛法已经现代化，走入人群。你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到了佛陀的故乡。又在佛陀的故乡呢，把他的情况、贫穷、苦难、教育等等的都，你们在那里又传回来，这在很短暂的时间，没有时差，只有秒差，这就是现在的科技发达，让现在的精华的佛法。现在的文字啦，古代的高僧大德啦，居士、菩萨，这样的一路一路不断的、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汇合了人人的智慧，所以到现在啊，话很成熟。所以请你们在那里，实在是很有福啦。师父要不在条去到遐，你们呢就帮我走到那里。你们都曾经发愿要当师父的两只脚，还有那两只手，那这样的每一个人有两只手、两只脚呢，发挥起来不都是呢千手、千眼、千脚呢走透透吗？所以有你们在医生无量，你们在那里在发挥你们的菩萨能量，在当地呢，菩萨在招生，期待当地人呢、啊、自己呢会珍惜自己的国度，而且呢珍惜了他的良能，还要呢发挥佛陀的智慧。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就是教育从孩子也要帮助他们翻转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开始也在推动职能的培育，如何去改变他们的生活，也希望说一些简单的疾病能够普及，我们也会跟当地的卫生局跟卫生所来这样子的合作，把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社区医疗来普及给整个乡村。我们希望这个拔苦过后呢，我们再为他们说法，所以我们未来的规划呢都是要深入民间，要去深耕一个社区，希望能够落实在一个社区里面四大办法，来把它开创成为我们实际的一个模范村，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再去带动其他的村的活动呢。我们呢有心去帮助他们，尽心力了，能做到的我们无法做，我们力量无法多做的事情，在我们的力量范围中尽量想方法如何呢帮他建设，有形的建设起来，无形的呢那种的发展就会随着这样的发展起来。所以啊，恁底下那就得啦，就地呢来取材哈，这全球慈济人呢都可以呢欢喜的
投入帮助，所以恁底下够用心呐、啊。你们照顾自己的心哦，那道心坚定啊，那步伐呢就会稳健哈、哦。这是咱这世人呐、啊，我们的这一辈子生命的价值哈、哦，相信各位菩萨跟师父呢也是同感哦，同心呐、啊。有你们，我才会有力量哈、哦。没有你们呐、啊。我光是关心也没有用，因为有你就有用哈。那光有我是没有用的，所以大家呢共同一心，感恩菩萨，就地培养人才，这是最大的哈，最大的方向。感恩哦，祝福。